先给它涂上粉。里面会走人。哎，走走。爷爷爷爷爷，来来来，这是谁呀？爷爷爷爷爷，康总康总你好康总你好，你知道我今天在搞硬菜哦？对，我知道你今天烧腊肉了，吃腊肉了。不是腊肉，现在这个水已经焯好了，幺妹来了，向幺妹请教一下这个牛蹄要怎么弄，这个你看一下要怎么整，幺妹。现在我们把它捞起来，啊，炒一个红色，然后再生姜片。干辣椒干花椒就不要整那些大料了，自己吃你觉得嘞可以不可以，怎么煮怎么好啊，这个很快的，就是反正马上你要回上海了是不是，对，把那个身体吃好一点，然后去好好挣钱，多挣点钱。那你在等清淡，然后拿那个油来整整你的，其实也要加一点味道进去，然后我也还要蘸水，搞那个小米辣、蒜蓉，然后再搞点香葱那些啊。可以。哎呀，现在我们先来倒点油在锅里炒一点那个糖色啊。老冰糖。打里头，完全水分稀释。接下来，今天的猪脚牛骨头啊。太感谢了，每次回来我哥就热情款待，拿好吃的。谁叫你是我的幺妹呢？对，一年你们就回来那么几天，明年早点，今年早点回来啊。好，明年我晚一点走。对。现在我们就要加多肉了啊，干花椒、干辣椒、生姜哈。其实自家吃的话不要把那个料晃得太重了，不然的话口味有点重。还有我们还是要把那个牛栏山哈多倒点，因为它这个牛腥味儿，再加一点料酒啊，再搞点那个老抽生抽，儿嘞扣上锅盖。你把它打烂了，过年的话，如果说吃肉吃多了，就吃个萝卜，很耐消化。萝卜刀好用不行？哎呦，没了。萝卜再挂一下。好甜的。冬天的萝卜很甜。好甜哈。现在幺妹还砍两颗白菜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妹夫今天第一次帮我转镜头，哎，怎么没有看到你呀，妹夫？这萝卜味道很好。啊，是吧？你看幺妹手上捧着萝卜，还拿着白菜。现在我跟幺妹我们就回家哈。本来可惜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，如果说有能力，我还是想把幺妹还有我妹夫哈，把他们，因为他们孩子也那么大了，在家里上学，一年在外面盲目奔波哈，就是。不能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，等以后二哥妈妈好一点了，跟二哥一起才有没有一碗稀饭喝。好的，加油加油。哎，我们现在回去了。搞点那个蒜蓉小米辣。哎，老妹儿，算了，不要你去。
今天真的就不好意思哎，幺妹儿嘞，主菜在锅里，对啊，来把我们的锅盖掀开，我看一下，幺妹儿。好好的，还有小点肉，没事，没事，这幺妹儿肉直接离出去，这一摸。